各位觀眾想看最新節目，請按這個鐘訂閱工聯業話 YouTube 頻道。各位觀眾，工聯業話三輯又同大家見面啦。今集咧，我哋想講一講我哋香港仲有一個新嘅行業或者事業就係參與社會服務嘅。講參與社會咧，我哋一定要揾一啲唔同背景啲人去嚟。嗱，我哋最遠嗰邊就係徐凡，係我哋屯門區嘅服務處主任，又有廿幾年嘅區議員嘅經歷啊。呢啲係資深嘅參與社會服務嘅人員噶啦啊。呢一個咧就係子健，黎子健同埋馮美元都係社幹嘅兩個後生好有興趣參與社會服務。三位我記得我哋讀書嘅時候，我哋有啲唔少同學咧都係做咗議員助理嘅，都覺得讀完書就希望去點樣做議員助理咧？一方面係服務社會，另一方面有啲係想見識下，因為議員助理咧社區服務咧係見識嘅面比一般嘅工作咧會闊到多嘅。我唔知道三位嗰陣時候參與我哋社區服務本住有啲咩嘅心態咧？係咪阿培友咁樣講啊？議員助理就即係可能係我哋好多做社會工作嘅人嘅入行嘅第一步啦。咁其實本身就我對呢一個嘅社會工作都好興趣，即係本身自己都有做義工嗰啲嘅。即係我未入行之前，我本身我喺中學同埋大學咧，其實因為我本身係跆拳道嘅教練嚟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機緣巧合之下，同幾個朋友我哋都有去幫一啲叫做有需要嘅人咧去做嗰啲運動啊。咁我哋嗰陣咧就幾個人就一齊去幫一啲老人家做啲體操啊、鬆展嗰啲，因為咧就雖然咧就我哋即係有平台啦，但係其實可能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我要面對幾個問題。第一就係、是、呢、這個係即係義工工作嚟嘅。雖然我做即係義工工作幫人，我覺得都好開心。但係去到我未來，我應該點樣發展自己咧？即係我本身係讀新聞系噶嘛，咁我就我覺得我其實可以接觸嗰個嘅層面係更加闊嘅。咁嗰陣就即係我哋知道工聯會嗰度即係請人啦。咁我哋咧即係我覺得我即係如果係讀完書之後，即係可能去過做議員辦事處去做助理，對個社區可能更加多嘅接觸咧，就即係有學得多嘢啊。二來我自己覺得我如果我嘅工作可以係幫到人嘅，咁亦都係更加會覺得係有意義嚇。咦，咁樣聽我同你讀書都好有關嘅咯，讀新聞係都係同人接觸人啊，瞭解社會啊，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類似。阿子健咧，咁其實咧，我就講翻點樣認識工聯會先啦。其實我好細個咧，即係有參加過工聯會嗰啲課程啦，亦都有去醫所睇過醫生，咁啊睇到好多新聞啊，工聯會幫咗好多我哋即係勞工階層好多嘢。咁啊，我其實咧就讀個科咧，其實都同依一方面就冇乜拉楞嘅，就係工程系。但係咧，我對自己咧又覺得社區工作咧都幾有興趣。咁我點樣入行咧？就係、是、其實我都係喺勞工處嗰度，咁啊見到富泰區個工聯會區議員咧就請咗議員助理，咁啊我對依方面有興趣，咁啊我就試下即係招聘啦。咁喺依個社區工作入邊咧，我就即係依個係慢慢培養嘅興趣。即係點樣去幫到一啲真係需要幫助，例如獨居老人啊嗰啲弱勢社群，或者一啲係一啲嘅巴基斯坦人士、少數族裔嚇。咁亦都有喺呢個屋邨嘅環境啊，點樣可以優化，點樣去改善，咁樣慢慢去培養。咁依家我喺田徑區嗰邊係工作嘅，係啦。係啊，即係兩位後生啲就係而家做議員助理做社幹，好似好普遍啊。但係徐凡嗰陣時候咧，廿幾年前香港對於從政呢個咧，可能冇而家咁普遍接受㗎，係嘛？就係嗰陣時候覺得，喂，你好似參與做搞社會服務咧，仲有另外一種嘅
抗爭的味道好似濃啲嘅嗰陣時候，我記得係嗰年代嘅時候。係嘅，李市長同意嘅，就大家清楚都知道啦嚇，啲朋友都知道，即係工聯會都係以愛國啦嚇、團結啦、權益啦、福利嚟參與，即係為社區服務啊，為工友爭權益，即係參與性係好要強啲嘅。咁參與性除咗係工人權益要參與之外咧，社會事務嘅參與咧都好重要。工聯會在1980年代、有代議政制之後都參與社會事務了、都幫緊工友了。如果有了區議會平台、有了立法會的平台呢，那我們的聲音才可以走入議會，才可以真真正正呢多層次的幫到工友。所以那時候我記得我們的前輩很多在那時候無論區議市政也好立法局年代也好，都有走出去社區走出社會為大家爭權益為大家謀福利這樣的。咁啊，都大家清楚知道咧，我哋工聯會都好着重啊，透過我哋嘅服務處或者我哋議員辦事處咧，去聘請啲嘅助理，一啲嘅義工幹事，包括我身邊嘅子健啊，同埋阿佩賢，佢哋係好好嘅例子。透過議員助理嘅親身嘅經歷咧，令到佢哋認識社區，關注民生啊，為佢哋發聲，呢啲咧都係幫到工友權益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這點我同意的，李市長。是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三位都是通過很優秀的社會服務。因為為什麼要說優秀呢？有定的，Pred拿到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的家長狀，另外就是兩位你看到都是一種傑出義工裡面的那些獎勵的，我們說徐凡，我們的區議員以前曾經在那個反對民主黨的鬥裡面贏了出來的，即不是那麼容易，即係都係靠好多實際好多工作去做嘅。先講下你個後生仔話喺社區服務裏邊咧，點樣先至我估你經歷有啲苦與樂㗎啦。啊，即係可唔可以分享下？如果啊，因為我估好多睇就後生啲，如果想有志呢行嘅事業嘅話，你有咩嘅同我哋分享下？可能會碰到啲咩嘅困難啊？但係當然啦，有啲嘅仲有啲嘅得著。阿佩有冇可以分享下？我想就如果說去到個社區有什麼苦與樂，就算是很想去幫人，但其實呢每個人他即我們做議員辦事處，很多街坊會不同的理由都會過來問大家，即有什麼幫到手啊這樣的。即我經常形容個辦事處或者我們做社工那個服務點咧，就好似嗰啲叫咩啊，村公所啊，有咩事都過嚟揾你嘅。我哋試過有啲人咧，係啊，買菜俾人呃稱嘅會過嚟問你，村口人打交又會有人過嚟同你講話，快啲去幫手。咁嗰啲你火燭又係咁，即係好多唔同嘅問題，即係甚至乎可能屋企啲人嗌交都會過嚟。佢哋每個人想即係獲得一啲嘅幫助咧，都係唔同嘅。咁但係咧，我自己最大嘅感想就係咧，我哋未必每一樣嘢都幫到人嘅。好老實講，如果嗰個人我哋最常遇到可能係即係一啲揸人錢嗰啲啊，又或者你追債啊，又或者屋企人嘅糾紛咧，其實即係開講就有話啦，嗰啲叫咩啊？清官難審家庭事啊嘛。有陣時嗰啲屋企人嘅嗌交，你真係好難去幫到佢哋。但係我哋最緊要做到一樣嘢就係、是透過個服務裡面去怎樣令到個街坊知道我們關心他。我記得我做頭幾年呢，我很大感觸，因為我們的幹事工聯會呢就即定期會大家即開會啊，一來有些叫做看看有什麼意見聽回啊，二來即大家可能即在個社區工作上面有一些交流啊，即大家可能前輩又教回你。我記得我有一年是 很感觸，我問即啲前輩，我跟他說我話我成日在辦事處，因為年紀大很多人都他們過了身，有時候我去到即你的親人過了身，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我是沒辦法令人哋叫做點樣好啊？死者復生噶嘛，我唔係即係冇神力噶嘛。即係其實我自己又覺得有陣時幫唔到手嗰陣，我自己覺得好痛苦。但係咧，有前輩又同我講，其實最緊要係咩咧？即係最緊要係一個關心。你可能你嗰刻你真係做唔到啲乜嘢嘅，一聲嘅問候啊，即係同人哋一啲嘅表達你嗰個明白佢痛苦嘅地方咧，對佢嚟講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嚟嘅。咁所以當你做多咗呢啲嘢，你願意行多一步，
每個人可能你見到佢，哇嗰啲嘢你幫佢唔到喎，然之後就停咗步咧，咁就你唔單止係叫做令到件事可能冇一個更加令到佢舒緩到啦，即係甚至乎自己到底嗰個工作嗰個嘅存在都唔知為咩，係咯，咁我即係聽咗前輩講啦，我都即係 keep 住做，即係擺個心落去。你見到個唔同嘅義工、唔同嘅街坊對你嗰個嘅態度，或者對我哋工聯會個態度咧，其實都係都會明白嘅，係咯。係啊，我覺得社工工作咧，其實要求高，可能比我哋教工會啲可能仲會高，因為點解咧？面好闊啊，即係話屋村裏面涉及各方面方方面面嘅問題咧，都要去處理。第二個就係人係。百用人噶嘛，你點樣唔同嘅人喺點樣去處理，我估呢個難度都會大嘅。子健啊，你喺地區咧，可能你都會面對呢啲嘅問題。嗱，你又讀工程嘅，我估呢個地區工作咧，我覺得除咗能力，我覺得能力仲係次要嘅。EQ 或者面對好多人嘅時候咧，點樣同人嗰個溝通協調咧，啊，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啊，係嘅，講真有時咧，我哋即係會做好多嘅活動，喺依方面我哋可以睇得到依樣嘢，就係我哋可能會做一啲嘅即係嘉年華啦，又好或者係總之下午茶都好。咁我哋咧需要一個義工嘅團隊去辦一個活動。咁其實咧義工咧就即係好多種性格嘅，係啦，有啲好開朗，有啲咧就好沉靜。啊，咁樣咧，你係一個領導，點樣去善用每一個義工，佢哋做邊一方面嘅嘢咧？要懂得怎樣去用人，所以呢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在社區上這個範疇怎樣學到的邏輯性，但其實呢這個也都跟工程裡面呢都有一點的相似，因為呢每一個配件它究竟是配在哪一個的一個物件上面呢，它會發揮它的作用，所以這個我覺得在一些活動上面呢，我們可以就學到怎樣統籌。另外剛剛Ken 說的就是還我們在社區上的大小事，其實我們都一定要處理，這些呢其實真的需要我是要一些經驗去浸的，又例如啦，我們呢即很多的勞工個案工友又找我們被一些僱主剝削或者又是有些不公平的對待這樣的，這樣我們呢即其實也都有一條即叫方向啦，係點樣去幫到啲人？我哋咧又可以揾工會又好啦，又可以揾到政府嘅部門嚇，點樣去幫到呢啲嘅工友咧？咁喺依度咧，我哋係雖然係有啲困難嘅，當時即係一開始接觸呢啲個案，但係咧後邊即係你做熟咗之後，你有經驗喺度咧，咁你又知道佢點樣處理每一個唔同種類嘅個案。係啦，所以呢個係。雖然面對好多工作，面對好多困難都啦，但係真係俾心機落去逐項逐項做嘅時候咧，慢慢就會有一種嘅好嘅成績出嚟有一種嘅滿足感啊！徐凡啊，你呢個係好有資深噶啦你對兩位後生啲可唔可以有啲提點啊？啲教幾招過去？係就都相信大家都明解咧，就係工聯會都好著力咁樣培養我哋嘅青年義工，特別我哋嘅社區幹事嘅。咁我哋鼓勵我哋嘅青年朋友去參政議政。去融入社區，首先咧，我哋支持年青人咧，佢有魄力，有韌勁。第二個咧，我身邊嘅兩位朋友啊，子健又好，佩賢都好咧，佢哋有一定嘅學歷，咁對問題嘅認知度、分析能力、服務熱心又響度。第三個咧，佢哋喺社區長大，喺社區工作，熟悉社區嘅事務，啊，同街坊朋友建立咗好好嘅關係，啊，聯繫。都容易被他們在身邊發覺一些的社區的民生事務，從個案到群體到小社區到大社會，逐步逐步的認知的成長，令到他們獲得認同。年輕人的成長是需要經歷這樣的過程，而工聯會就給了這個平台給大家了。是的，所以我從政這行應該是說香港一個事業來的，特別呢如果大家留意的時候合本主任都說的，我們說要完善選舉制度，就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就是說對於我們的真的香港真的有心於服務社會的，其實開了很大的空間我們說管治班子裡面不只是說我們地區工作什麼區議員啊、立法員啊，還有可以進入政府那個面呢是會很闊的，因為管治的人才呢真的其實我們香港是很缺乏的在這裡
三位有冇啲咩嘅期望，特別係更加創造更加有利於譬如我哋年青人參與社會服務，從中咧又能夠提高到成個嘅社會嘅管治嘅能力，因為我哋香港好多問題要處理噶嘛，所以我覺得夏主任講得好清楚嘅一個。愛國愛港的堅定的政治立場，我估大家都一定得的。第二個有承擔，第三個能力，其實三者結合在一起的。那麼三位，如果對於在這方面的事業的發展方面，你們都是當事人之一，你覺得在未來怎樣落實這個制度或培養管治人才方面，有沒有什麼的好的建議出來呢？我覺得首先是青年人要改一改變嗰個過去的想法先，因為咧就我哋都知道，大家可能讀大學嗰陣讀中學嗰陣已經諗噶啦，未來喺嗰、那個即係人生嘅發展裏面，佢會選邊一條路？咁我哋香港咧就即係過去就比較重視一啲可能叫做理科啊，可能大家諗住會係做醫生啊，做律師啊，但係唔係一個讀，即係點樣講啊？即係即使做呢啲嘅工作咧，唔代表佢唔可以從政嘅，因為咧即係政治都係叫做眾人的事啊嘛。你喺嗰個專業之外咧，其實你可能你係一個好叻嘅醫生，你係一個好叻嘅律師，但係你喺你嗰個行業嘅整體發展上面，其實係同個政治係息息相關嘅。如果冇一個代表你哋嗰個行業嘅尤其是係有一個叫做良好嘅政治技巧、溝通技巧嘅人去幫手去推動一啲嘢咧，每一個行業都會遇到即係佢嗰個發展時候一啲可能制度上面啊，或者政府去點樣去配套去幫助嘅。咁所以咧，其實唔好諗住自己係做呢一個嘅職業就為之係終身㗎啦。咁首先要打破咗呢個諗法先。有咩期望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就當你立定了志向是可以同時去做幾件事你的專業之外呢你是需要有一個一個團隊去幫你們的包括是提供一些從政治上面的一些專業技巧一個叫做一個政團有一個強大的叫做後盾去幫你去即是去運一件事咁而家喺我哋夏寶龍主任講咗愛國者治港呢一個嘅大前提之下咧，更加要揾一啲嘅政治團體咧，係喺呢一個愛國愛港嘅立場上面咧，係毋庸置疑嘅。咁即係我就好慶幸啦，喺工聯會呢個團隊裏面，即係作為愛國愛港嘅團隊，即係喺香港嚟講，應該係唔會有人質疑，係啦。我哋亦都可以話係一個比較旗幟鮮明嘅，係咯。咁所以咧就喺一啲嘅政團下面去幫你咧，亦都有一啲前輩去帶你咧，甚至乎自己又學到呢啲技巧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即係可能青年都可以去參考一下呢部分。係，好啊，健咧，兩位。完善選舉制度和愛國者治港，我覺得一定是我們香港未來的趨勢。我們呢即其實需要我們吸納更多的青年加入我們這個建制的陣營。為什麼這個方向很重要呢？因為其實我們香港就是一個第日我們中國發展大局的一個部分，所以我哋香港嘅青年人其實應該要放長啲去睇，唔係話睇翻我哋以前20年前、30年前嘅中國。依家嘅中國話即係發展得可以一日千里，啲科技咧可能即係完全係用一隻人工智能。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嘅青年人咧應該可以融入呢個大灣區或者我哋國家第日發展嘅大局。咁我覺得係對佢哋未來嘅成長會更加有幫助。咁其實我反而覺得即係其實香港我覺得。近年其實我覺得發展嘅個幅度咧，我咧即係都係比國家冇咁快，係啦。所以咧，我哋其實亦都有做咗好多嘅街站，例如我哋愛國者治港或者呢啲嘅完善選舉制度，亦都有派一啲嘅年青義工去街站簽名嚇，咁啊宣傳呢一個我哋即係嘅愛國愛港嘅意識喺度。我真係好希望好鼓勵各位青年人，即係。有機會可以上大灣區或者去中國每個城市去看看他們現在的發展我覺得是很值得去學習一下我們中國的一些科技或者是新的文化
徐凡咧，嗱，你做咗深啦，你有廿幾年啦，你更加有深嘅體會啊！即係呢一行。有啲嘅同大家都分享一下啦嚇，我哋相信就算係香港要發展，都要依靠內地嘅發展去將一個緊密嘅聯繫啊，唔係單單集中一個小嘅社區，一個小嘅社會。我哋成日都鼓勵啲青年朋友，我哋關注社區民生，啊，關注社會嘅發展，唔係獨立一個社會、獨立個個體咁樣去睇嘅，啊，同我哋周邊嘅國家地區嘅發展，呢，這個世界嘅觀念，啊，國家觀念一定要強。如果我哋再傾落去關於選舉制度嘅完善咧，呢度有兩個觀點咧，希望大家能夠一齊去探討一下。過往嗰兩年社會的不穩定，甚至乎啲嘅黑暴令到市民的正常嘅生活、工作受到影響，啊，創業、學業受到影響，啊，加上疫情的關係咧，香港嘅社會不穩定因素嘅增加緊。如果青年人嘅朋友想幫呢個社會建設呢個社會咧，係要首先要維護呢個社會嘅穩定，首先要有個愛國者嘅思想、愛國者嘅觀念。呢，這個國家就是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哋希望大家透過社會事件之中，能夠吸取經驗教訓，正本清源，走到愛國嘅道路上邊。係，我呢個呢係，不過我哋一講嘅時候，呢，這個係好熱烈嘅話題。我覺得最重要嘅，如果作為一種嘅事嘅時候，我嘅諗法就係政府裏面一個即係有啲嘅保證。嗱，即係總要從政呢一行咧，要有一種嘅起碼啊收入方面有個保證。第二個咧，培養人才嘅話，啊，要多嘅崗位。我成日做地區做完之後，我成日見嘅政府裏面喺問責裏面，除咗副局長、正座之外咧，佢應該加多一個嘅類似練習生嘅呢啲制度，三四萬蚊人工啊。其實但係喺社區做完之後咧，入去做入政政府裏面做，因為我成個政府離地噶嘛，你哋入去喺地區嚇好多係接咗前面嘅喺政府裏面做完之後幾年，又出翻嚟啊，或者我哋工聯會好多嘅部門咧。社福服務機構有力學下種領導管理能力啊，即係你處理個部門咩啲啊，啊得嘅時候咧，將來做立法員或者做副局啊，咁嘅時候呢個咧就係對於我哋年輕裏面咧，從小嗰種政治裏面咧，既係一個豐富啊，我哋講話要，我最大問題係點樣去提高能力？另一個就係要了解民情，要反映到民情，因為我哋鬧好多政府官員，唔係佢能力問題，而可能你。唔接地氣啊！唔瞭解情況啊！我呢個通過呢樣嘢裏面咧，係令到我哋香港嘅管治嘅質素一定會有一種嘅提升，好嘛？我哋一齊去努力，好，我哋就講呢度，拜拜。好，拜拜。